但是不能把《华严经》当作学术来研究，啊，那大乘的每一个经的每一个字都是戒律，是为了实践而看的，啊，所以有人说实修，他讲到实修就是开始闭关了，就错了，啊，实修是不离众生的，医生研究药是要来对治病人的病，是不是？医生不可能把药一直在身上做实验，然后 OK 了。啊，这是在方法上呢，方法上，藏传佛教的修法，跟我们唐朝真正的密宗修法又不太一样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必须要恢复，但是藏传佛教的这种密乘的，它保留这个仪轨传承还是很好，我们要吸收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汉传佛教的密宗那种不离众生的密。所以那些祖师大德，你看，宝智禅师啊、济公啊，古时候那些大禅师都是密乘圆满的，他们是在世间，对不对？游化度众生的，啊，那种深入民间的，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各家优点我们都吸收，啊，所以有人很喜欢说华严行者，他不喜欢讲说华严经研究学者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这个是关系众生生死的，乃至成佛的方法，不是拿来做学术研究了，啊，但是没有透过学术的了解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实践了，啊，所以文殊菩萨代表学术一样，理论空性，普贤菩萨代表无尽的悲愿在实践，这两个都是要结合的，那我就带着各位念几句也好，啊，因为给大家说八关斋戒发菩提心。然后呢，能够读诵大乘经典，所以经典说，哪怕念《南无华严经》，哇，那你就可以脱离三恶道了。你只要念经的名字，啊，你念华严经念三次以后，光念经的名字，你这个手洗手的水可以度无量众生，啊，恶鬼到喝到这个水就超度了。光念经的名字就不得了了，所以在这一点，我们大家很有福报啊。每一个寺庙道场都有摆的华严经啊，然后华严经各位就抽一些精髓，我也把华严经编成五本，小本小本的，这每一本都大概这么大，啊，比这个小一点，精髓啊，但是看的人好像不太多呢，就我自己看啊，因为我很少，包括我的所谓徒弟也很少再跟我讲这个。也没人拿来问我说：“书里古什么意思啊？”因为大家忙得放声烟供嘛，也是好事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越深入经藏，空性悲心越强，你的功德力越大。这了解吗？别人办100场大烟供，还不如你点一支香的功德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的心灵能力越圆满啊，那这个力量就越大。所以我想两边都要啊，悲智双运。我们有利益众生的发心，更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空性悲心。那你所产生的力量，就像大宝法王念一个妙玉云，因为大宝法王按照受记，他过去成佛了，但是现在要示现十地菩萨跟地藏王菩萨一样。那十地菩萨念一个妙玉云烟供，想下雨就下雨，想下雪就下雪。啊，短短的妙语烟供不到15分钟啊，那是一个十地菩萨的状态，啊，那所以如何让自己的心灵状态？那各位要走入登地大菩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各位你要从华严经里面啊，十信十住，啊，十回向十行，你要一步一步让自己走入这个阶段，就像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、5楼，哦，还有顶楼上面还有个房子，啊，解脱了，成佛了，佛地了。啊，那但是这些不是拿来读的，是拿来实践的。所以我现在这样，我带着各位念的时候，那你就说，那我100%按照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经典是佛说的，啊，100%，所以呢，我们信解行证，相信了解实践，哦，体证，啊，所以你读一部《地藏经》会不会吃素？很多人读一部《地藏经》就会孝顺，对不对？啊，读一遍《地藏经》就懂得因果观念，那你就是代表你这个人有这个善根跟方法。
读地藏经读了好几遍还不信因果，还在吃肉，哎，这个要重点善根吧，啊，没话说啊，因为他不了解。就像各位读心经，当你在生气的时候赶快读一遍心经，我在气什么气呢？以无所得故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我怎么可以生气呢？对不对啊？因为我读心经的时候就是要调整我的心理状态，在这种了解真相的智慧。那真相都是无常无我的，至少你相信因果，那你就不应该生气，不应该起心动念。这个再大的迷惑，再大的逆境，对我们来讲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分析它一下，这就是因果。因果的本体也是空性。那你要把心经用在你的身心跟面对众生世界，这样来读经啊，这个叫闻思修啊，听闻知道对错，思维决定啊，所以不让自己有恶的观念啊。但是你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是错的。就像人家说，那边走过去会摔死，这个叫闻，了解吗？你不能说听完我就走过去再摔死，那你刚刚不是听了吗？这叫闻，闻你就知道说不应该去做这个烦恼而已啊。所以只有听闻里面就要断恶了，要这样来看，那这样你就可以入不可思议啊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个解脱不是自己啊，能够帮众生解脱普贤菩萨的恨怨。所以第一句话大家念下来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各位要会做这个啊，比如说你现在做烟供放生，你在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就出来了，蓝底金字，每一个字都放光哦。华严经呢，你看多少字，每一个放光就遍一切处啊，就像你念心经一样，260道光，因为260个字，而且都不一样的加持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堕胎胎儿都喜欢用这个经文，因为用经文做他的名字，他就得到这个经文的价值。就像 Om Mani Padme Hum 六个字可以帮助六道都超度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字都有无量的价值，有无量意在里面啊。那所以各位要这样来看，所以抄经功德很大，一个字一个字抄，拜经功德很大啊。那各位以后你最好这样拜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那每天就拜十一拜，一个字拜一拜啊，不得了了。所以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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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对经文的了解。如果你对经文的这种慎重，你抄经不敢写一个字错，你会很认真。那各位这个认真要变成你的生活，你以后讲话不会讲错一个字啊。你讲阿拉伯数字不会讲，因为你把每一个字都认为这里面关系的众生的离苦得乐生死问题，我不能讲错。现在人家在冒火了，冒火了，打几号？119，你不能讲110嘛？啊，你讲1919，打对的不能，打错不行啊，因为对方起火了，里面有老人呐，赶快打119，对不对？交通事故了，要打什么？你要念经跟念咒要这么慎重。啊，因为众生的苦啊，痛到你心里面，就故为同药给你，要把别人的苦，一只蚂蚁的苦，痛到你心里面来，啊，就要入众生心，知道他的苦，他的苦太苦了，我想要办法拔出，因为他的苦就来自于他有这个欲望、嗔恨心、嫉妒心，所以他现在可能做皇帝、做美女，那他将来很苦的。啊，你不会被他现在的外相所迷惑，但是你知道他那个点不拔除掉，就像医生现在跟你照光说，某人，你胃里面有2点，割掉，你要赶快把它切掉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是癌细胞哦，那你就很紧张，很紧张，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想我们读每一个经啊，每一个字，要养成习惯，很认真，啊，因为对众生帮助很大。所以念下来，一，尔时善财童子蒙善知识力，令功德身信解圆满，以善知识教正念思维，念善知识于地相开发，于善知识行深深惭愧，
爱要恭敬，观善知识心，善巧摄受，备意欢喜。事实上，这样一段话就可以讲一天了。那我很喜欢这样看，然后就一直思维这句话，我100%了解跟做到吗？我才会跳到第二句话。那如果真不了解，我会先留，我先看第二句吧。但是我再回来看，但是我一定要了解，同时信解行证，文思修都要做到了啊。所以那这样你就会进步。所以各位，同样你很有福报，现在有法师在跟你讲解经典法语，那你更要认真啊，因为这个法师在讲法，如佛在加持啊。花开见佛嘛，悟无声，马上可以断烦恼的，所以要这样去啊，摄受正法。所以尔时善财童子蒙善知识的力量，各位很重要啊。病人就找到一个好医生，那没问题了啊。一个善知识代表发菩提心的啊，你只要接近他，就像你接近大宝法王，你只要见到他有信心，七世不堕罗三恶道。啊，你只要见到一个善知识，你的身口一业障就可以消除大半，甚至尽消除掉。所以，那善知识的力量啊，善知识如佛一样啊，所以令功德身信解圆满。因为善知识的加持，哇，你的功德身呢、啊，包括你的身体的业障就没有了啊。所以，而且你的信心。因为善知识的加持，信心跟对佛法的啊了解就能够圆满。一善知识叫正念思维，那你听了这一句善知识的法语或是经典呢，那你要保持正念思维。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六斋日大家都会受戒，在佛前20分钟，但是如何保持正念啊？你读哪一部经也好，你在思维啊什么样的众生也好，保持这样。特别善知识的教法，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善知识讲过的话一辈子都忘不掉，因为你很认真就忘不掉。好，所以正化长老曾经跟我讲什么，卢旭长老跟我讲什么，法正长老跟我讲什么，觉光长老跟我讲什么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啊，那你这个不会忘，这才是你的财产，因为善知识的真理永远在你的心里面。啊，你累劫累世透过哪一个善知识，甚至你生在佛前跟他出过家，那个真理都还在心里面。啊，那成为你心里面有一把尺去引导你对跟错，那个叫善根力。啊，你自然就不想要去做坏事。所以念善知识与地相开发，举一反三。就像我们禅宗啊，哦，师父讲一句话，不断的思维。所以佛陀的时代，佛陀是讲几句话而已，他们呢就到森林里面去观修3-4个月就证达罗汉。针对这三句话去分析啊，去了解地相开发啊，去研究去研究。现在皇帝讲一句话，大臣要开会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要我们做什么？要这样不断的去显现去开发这句话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于善知识行，深深惭愧。哎呀，佛这么圆满，师父这么圆满，哎呀，我很惭愧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佛？佛是圆满的，所以我们破骄慢，我们要经常拜佛，称赞如来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业，供养忏悔业障，还要随喜。随喜就是要学习了。你知道对方的优点，你一定要随喜。所以怎么达到对方优点？勤转法轮。请佛注视这一点呢、啊、很重要。来念一下，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众生。什么叫念佛？佛在想什么，佛在做什么，你都要知道，叫一心念佛。反正一心念佛呢，你当然要看佛的经典了、啊、释迦牟尼佛在想什么，阿弥陀佛在想什么，这个是断烦恼开智慧乃是开发悲心最快的方法，一心念佛。想阿弥陀佛的伟大，唉，想到自己掉眼泪感动、啊、所以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众生，想到众生的苦也是掉眼泪、啊、但是所以要把佛的心与阿弥陀佛的恨怨来普度众生。所以佛累劫累世为我们做牺牲、啊、为了弘扬佛法做牺牲、啊、
啊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他曾经在身上挖1000个洞，才能够听闻一句佛法；曾经在身上挖1000个洞，又点灯，又听另外一句佛法。啊，几百劫的这种追求，才听到 Om Mani Padme Hum 这6个字的功德啊！他为我，那现在我们随便打开收音机都 Om Mani Padme Hum 啊，所以我们算有福报，但是我们要懂得珍惜啊！就像你现在念阿弥陀佛念得很顺啊，你能够在地狱把阿弥陀佛带下去，整个地狱都变极乐世界啊！一句阿弥陀佛的重点啊，所以我们。啊！但是每一个佛菩萨能够成佛，那种累劫的这种奉献、牺牲、痛苦，我们一想到啊，终于他成佛，能够讲出真理，哎呀，我们要深深惭愧。爱要恭敬，所以很喜欢哦，就像各位很喜欢拜观音菩萨，很喜欢看观音菩萨，很喜欢听大悲咒，而且依教奉行。我在这一点我必须要强调，因为我发觉现在越来越多人呢。就对经典没有这么尊敬啊，对善知识呢没有这么恭敬，这一点我对藏传还比较。他们一看到师父来啊，不管都是大家弯腰啊，没有人敢抬头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恭敬善知识啊，恭敬，那这样以后对他的教法接受就比较好一点啊，所以要如此，观善知识心，善巧摄受。那各位观是从内心里面要去体悟，这个叫上师一切，师父在想什么，法师在想什么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也能够学啊，希望佛教育我啊，善巧摄受我，乃至我也学啊，上师是做事情的方法。比如说，以前我爸爸开公司，他做董事长，我那时候年纪很小。他每次说礼拜六、礼拜天或是我们放假，叫我们去公司听他讲话，很无聊啊。啊，他说他怎么谈生意、做生意呢？你们从小就要听，所以我从小就会做生意了。啊，因为他要你听得很清楚，他怎么谈判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。啊，目的要我们学，学以后你就可以接公司，这样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抓得很紧。后来换我做老板了，我也跟我公司人说，没生意没关系啦，我在讲话，你们就电话就偷听吧，我的电话就可以谁按下去，我在跟任何人谈判，你可以听啊，因为你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东西啊。但是很少人这么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说我有我的方法，你有你的方法啊，那你就不会进步。如果你已经到顶端了，那就没问题。如果不是你不是到顶端，你用你的方法，那你永远在原地踏步，那就不需要有老师了，啊，不需要善知识了。所以各位要观善知识，是心善巧方便吸收它的优点，啊，备意欢喜。哎呀，得到太多了啊，太好了。就像刚刚我听的摩羯那句话，哎呀，太好了。人的生命就像石头从山上滚下来，对不对？从不停的啵啵啵啵啵，连绵就细啊，啊，那一句话你永远要记住，所以你要体悟无常，要精进了，啊，所以好啊，讲这个又要睡着了。1305页，最后一行，因为这个念这个1234566了，精神好一点了啊。但是各位，我这样讲是希望各位，你看经典要这样闻思修，然后我有没有这样做？然后我对善知识是不是这样做？然后我也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善知识，来度益、来利益众生，啊！所以有些人虽然把《华严经》读过了，那我看他怎么都没改变啊！啊，那你只是有一种读诵的这种口业的功德，但法没有入心，也没有产生行为转化，那就可惜了，啊！那所以各位要养那，但是你要法要入心，要有很大的功德呢，要。普贤十大愿要做好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忏悔业障。你要把这个，所以每一次都要念普贤十大愿，或是七支供，而且真的去做。因为你业障消除，福报够了，你就可以吸收。不然你现在你胃肠坏掉了，再好的东西给你就拉掉，啊，吸收不了，啊，那你要吸收到真理，那你要累世的善根呢。但是不管如何，要努力来念一下。善男子应知：一、菩萨初发心无有量，
充满一切法界故。二，菩萨大悲门无有量，普入一切众生界故。三，菩萨大愿门无有量，究竟十方一切法界故。四，菩萨大慈门无有量，普覆一切众生界故。五，菩萨所修行无有量，于一切刹一切劫中恒修习故。六，菩萨三昧力无有量，令菩萨道不退转故。七，菩萨总持力无有量，能持世间随所应闻教法海故。八，菩萨智明力无有量，普能悟入三世佛教巧随顺故。九，菩萨神通力无有量，普现十方一切所有诸刹妄故。十，菩萨辩才力无有量，原因一言令诸众生随类解故。十一，菩萨清净身无有量，现身普遍诸佛刹故。好，那我们发菩提心就是要做菩萨，那做菩萨至少要有这十个发心啊，功德力啊。第一个，菩萨初发心无有量。什么叫发心？不是爱台湾而已，爱非洲、爱地狱，这个叫发心啊。发心就是你要把你的心扩大，去关怀所有生命。所以菩萨初发心，你为什么要做菩萨？因为我爱世界，我爱所有生命，愿他们各个成佛，愿世界都变成净土，愿众生都离苦得乐，而且真实的这个叫初发心无有量啊。所以充满一切法界，地狱法界、恶鬼法界、畜生法界，所以每天各位都在看六法界，你要关心啊。所以曾经有人问说，海涛法师你怎么不要盖道场？我道场实在够大，有没有看到地球啊，跑不完了，糟糕，老皮会啊。那一天还有菩萨跑来问我说，师父我怎么做梦梦到你跟战身法师下地狱？我讲这里啊，我们两个下地狱啊。啊，他说不是啦，到地狱去度众生。我说对哦，心中跳啊。因为我晚上我在欧洲每天晚上都下地狱啊，因为我要观修啊，十八地狱哇咋地苏鲁伯法说忘记了地狱说不，然后每一层都要念完了啊，所以我要求他们把十八地狱的名字要放在外面，三十六不鬼要放在上面，所有的动物道的形象要放在上面。那你要开始观修啊，啊，所以那战身在我旁边是对的，因为他侍者啊，我下地狱他当然也要去啊，啊，然后我们就要去，所以各位要很认真的，很认真，你不是放在那边，是整个桌子的食物端到地狱去，为他们供养佛以后。端到地狱，每一个地中都得到这个供养。再看一下，来，圣母玛利亚，前面这一尊呢，天主基督教是我们的责任呢、啊。啊，我要相信我自己，我变成圣母玛利亚的化身呢、啊。所以我每次是天主基督教胡木，我就变成圣母玛利亚，跟我来骗他去极乐世界。啊，因为圣母玛利亚带他们去极乐世界，他们不会反对的。啊，那前面还有一个桥，不是好看的。旧金山金门大桥和自杀最多的地方啊，最痛苦的地方，他们自杀的时候一定很痛苦的地方，那你要意念着他们呢、啊，随时要去金门大桥啊。所以哪一天你去金门大桥又看到海涛法师都赶来赶去，你要把自己的心态分一切处啊，你要去意念地狱苦、恶鬼苦，你要融入那个地方。所以他们现在做烟供，我说你就，师父啊，不知道念谁念你可以，哦，打刚暗时都要给魂木，啊，他念你，你就要到啊，啊，你要把这个功德，他现在资讯很方便，他们那边做，马上拍片子，然后马上传给我，我马上开始观修啊，念啊，啊，融入在那个世界，而且观修进去的不是他的功，因为他点一支香，但是我们所有。15,500场，包括现在做的所有放生，什么都融入到他那支香里面，然后我要修一遍仪轨啊。那对我来讲帮助很大，所以我一天晚上要修好几百遍同样的仪轨啊。然后呢，不一样的众生，那你要这样啊，因为发心就是要跟他连接空性，
他的事就是我连接，所以把爱放在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生命，菩萨发心要如此，所以你要关心所有道场，关心所有人。当然这里面你会说，那个人很讨厌我，干嘛关心他？菩萨舍弃一个众生，发心就断掉，记住哦。啊，我盖道场，他也告道场，他抢我信徒，如果你排斥他，你的发心就断掉了。菩萨不能舍弃任何一个众生，越讨厌的你要越融入他，越融入他的苦我来，他会变好，他总有一天会变好的。法华经就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再坏的人都可成佛，乞丐也是皇帝，只是他忘了他是皇帝，他喝醉酒了。啊，乞丐的钻石喝醉酒了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最富贵的。你要用什么善巧方便，从一个乞丐把他培养成总经理，然后把事业交给他，原来他是你儿子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做菩萨不能有嗔恚心。啊，发心不能只发这边我不要发，这样。啊，所以菩萨的发心，那你要遍一切，充满一切法界。充满一切法界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发无边身呢，你要把自己变成百千万亿的化身。那为了要得到化身成就，你要赶快圆满佛道。你不圆满成佛，你就不能千百亿。那至少十地菩萨可以千百亿化身。要菩萨要这样去发心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不是讲给各位听哦，好棒好棒，跟我没关系。啊，那不白讲了吗？就是希望这个思想变成你的思想，啊，融入你内心里面。当然这有两方面的因缘，一方面是讲法的人有这个正是这样发心，第二个是听法的人有这样子的信心跟接纳，那两个就 OK 了。啊，但是缺一也不可了。啊，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些孤魂野鬼也会被我们超度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不是我在念阿弥陀佛，现场有一千个人要观想一千个阿弥陀佛一起在发功，对吧？啊，你一千个阿弥陀佛在帮助这些受苦，你要这样观想，念绿度母。那各位啊，每个人所以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啊？思维空性，变成绿度母，百千万亿众生都变成绿度母哦，因为他们超度了，百千万亿佛变成绿度母融入于你啊。所以那你要真实的这样，因为遍满所有法界，这个叫什么来？一心造十法界。所以四圣六凡都要圆满，你不能说、哦、我是佛法界，我不管地狱。佛法界就是要下地狱的，对不对？他为了要帮助地狱，帮助恶鬼道，佛法界要帮助声闻缘觉菩萨都走入佛法界。啊，佛成佛是为了帮助这些的，但是所以各位不能排斥痛苦，不能讨厌别人，不能唾弃任何一个事情，啊。所以做一个菩萨，众生得癌症我也要得癌症，你要观修到有恐怖，有恐怖以后，所以用空性就超越而变成悲心，因为得癌症的苦啊。所以每次我们放蒙山他们在念那一段，哦，地狱的苦，恶鬼道的苦，哦，你要念到会掉眼泪，哇，真的他们很苦啊啊。然后他们现在啊需要帮忙啊，所以要、啊菩萨要发这种心，那这个发这个心，各位你要去观呢、啊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你要去观呢、啊。啊，我就要发菩提心了、啊，那我应该超越自我，入众生法界、嗯、啊。那地狱道如何？动物道如何？你爱狗、爱猫、爱猪，你每个都要爱啊。那你不能讨厌它，你喜欢，你不喜欢蟑螂，也要养几只蟑螂，好好看它。看到你觉得蟑螂跟我合为一体，我如何帮助蟑螂？蟑螂怎么样会快乐一点？啊，你不要拿蟑螂给我看，啊，所以脾气不好最怕看到蛇，啊，因为蛇代表嗔恚心。事实上你自己很会嗔恚啊，傲狼不大，啊，因为你是傲狼嘛，所以因为蛇也有佛性，你不能讨厌它的形象，你讨厌它的形象。那你代表你的内心排他性很强，所以我想大乘的三昧是每一句话你都要，这时候是戒律，你要按照这样去做。所以各位要发心无量，充满法界，遍一切处的，把爱扩大，好不好啊？把你的生命融入在每一个地方，要真实这样去做啊。第二，菩萨大悲门无有量，普入一切众生皆故。所以菩萨那种悲就是救苦救难啊，
打开。各位，你打开你家，有钱的都来跟我借 ，OK， 大悲满无量啊，而且。